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可们，我是你们的豌豆国王。众所周知，我有一群非常强大的护卫队，他们分别是无敌的机枪射手、最牛大炮玉米加农炮、最强毒王奴隶药师、最牛拳王蔡文拳王，以及我们的最强刺客喵喵草。哦，不是喵喵草，是猫尾草。当然，我前面那个就是我的表弟黄油投手。今儿不晓得他找我有啥子事情，管他的哦，反正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哎，我说表弟，今天你找我有啥子事情？表哥，今天我就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，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皇位哦。哎呀，顺老竟然关系到我的皇位，快点说啥子事情。好嘞，表哥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昨天我在外面游耍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对面的小丑僵尸，这个家伙竟然一如反常的不攻击我，他还告诉我一个惊天的大秘密。对面的黄油生菜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我们的老大甲亢二太即将来袭，目标就是你们的国王豌豆射手。嘿，我说小丑僵尸，你给我连老子名字都不晓得，还在这里乱开枪。我管你滚开不开枪，老子今天就给你说到这里，赶紧回去叫你们的豌豆国王准备准备，不然老子明天把你国的黄油给吃完哈。哦对了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老大甲亢二特在暗夜之城等着你们呢。听到这里我赶紧回来，难道这个小丑僵尸是个傻叉吗？把地点也告诉我们。哎，我说你国的老克斯是有包哦，那个很明显是一场鸿门宴呢。那表哥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？不用你说，我派出我最强的三大护卫，他们分别是我们的最强机枪射手、最欧的玉米加农炮以及最强的刺客猫尾草。表弟，你带着他们去暗夜之城，把那个甲亢二特给老子干掉。那如果干不掉哦？干不掉，干不掉，你们几个就别回来了。不过呢，我要告诉你一句话的是，你要相信我的三大护卫，他们可是实力最强大的存在哦。好嘞，表哥，我相信你，走吧，三大护卫，我们一起去干甲亢二特吧。甲亢二特，听说你要偷袭我们的皇宫，今天我就代表我们的植物，带领我们的三大高手来消灭你的。消灭谁了？你们这群植物渣渣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我手上的板砖可不是吃素的哈。大哥，干掉他们。哟，背上这个小东西还长得挺别致的啊！不要小瞧它，我告诉你，它可以飞过来把你棍儿给吃掉的。想吃掉我，先过我的三大护卫再说吧，兄弟们，准备开干！我要爆发了，我要爆发了，我的眼睛就红了，赶紧给我打死他们！如果在噩梦中睁眼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今生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。表哥，你的三大护卫非常的强悍，虽然说我们的猫尾草输了，但是其他的两位选手直接干翻了甲亢二特。辛苦了我的强大护卫队们，今天你们表现得非常完美，所以说接下来我为你们开一个庆功宴吧。表哥，怎么天空下起了雨哦？对呀，我们的庆功宴才开始，一会儿就下雨了，这个怎么得了啊？哎，不对呀，这个雨难道？